環宇 F 科新 F 科新 F 科，好介紹下先，我哋嘅環宇嘅柱南啊 ，Michael 柱南，惠州地冷係阿莊，阿莊同埋呢個廣州 K， 廣州 K， 同埋我 Nelson， OK， 係啦，我哋係環宇新 F 科係咪？係啦，今日咧風涼水冷嚟到條浮橋嘅盡頭咧，搞咩鬼咧？究竟搖啊！搖係嘛？搖咯！就最後咧，因為咧，我哋舊年啦，2021年啦，我哋環宇上半啦，同埋碧桂園啦，強強聯手啊！咁啊，成為呢個咧，無論係銷售套數同埋銷售總加碼都係雙料冠軍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次咧再接再厲，我哋嚟緊嘅星期日嘅下晝四點鐘會直播呢個碧桂園十里銀灘。但係今次直播同以往有少少唔同，因為今次我哋係一個全面嘅上天下海啊，360度啊，吃喝玩樂，依式全人嘅方式去介紹。係啦，究竟住喺十里銀灘有咩好玩嘅？咁啊 ，Michael 之前有嚟過啦，譬如講下呢度有。點睇法呢？其實嗱，呢度好簡單，呢度我前後嚟咗兩三次啦。嗯，咁、就好老實，呢一度咧，而家俾我感覺就係咩？就灣區版嘅愉景灣。灣區版愉景灣嘅愉景灣。咁香港愉景灣幾多錢？大家都知㗎啦。天文數字。係啦，呢度可能講緊十分一。十分一價錢。有一個非常好嘅生活。係。咁所以好老實，我自己會覺得呢一度係一個愉景灣咁樣嘅 feel 啦。大灣區版嘅愉景灣啦，係好正啦，好舒服啦，而家有陽光曬住，哇，真係好暖。咁啊，不如阿莊又講下啦，因為你都係地膽啊，你應該好熟呢個地方啦。呢個地方咧，其實十里銀灘咧，佢就到依家目前為止，其實佢係有已經係超過十年嘅一個開發嘅時間。咁啊，由一期到依家目前嘅五期啦，咁我哋依家就喺五期佢最新嘅位置啦，即係啊沙灘呢個浮橋出邊呢度啦。咁其實呢度咧都有好多人喺度釣魚，大家都可以見到，其實喺度釣魚啦，係同埋都有少少收穫啦，係啊，雖然唔係好大條啲魚啊，唔係話大隻斑或者係點啊，泥斑仔啊嗰啲其實都係有嘅。所以話呢個生活，我覺得喺呢度咧係非常之休閒，就比較會適合即係話啊退咗休啊，又或者係一個度下假咯。一家人係其實最舒服嘅，同埋咧佢依家第五期同埋以往嘅嗰啲期，以往期數嗰啲户型咧唔一樣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依家第五期咧最重要咧都係以居住為主，同埋咧佢啲户型咧都係適合兩房以上，唔同以往之前咧都係嗰啲單間啦，叫做升級啦，升級集升級咗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初佢哋最早期嗰陣時冇諗過話要去做翻一個長住嘅，都係做翻可能就係度假過嚟玩啊。嗱，聽阿莊咁啊，升級咗價錢會唔會都升咗咧？其實。價錢咧其實係冇升嘅，價錢冇升嘅，係啦。咁你依家買嘅咧，其實就係按翻以前嗰個價錢，即係用翻以前嗰個價，係。但你買嘅產品係升級咗，應該咁樣，產品升級咗，價錢就冇升，回歸青春時，係啱啦。嗱，有文海 Michael， 果然係啊 Michael 啊，有風采啊，幾好。係啦，咁我哋依家其實十里銀灘維港灣咧個户型咧都係以兩房為主啦，都係70啦。居家功能更加完善，係啦，居家功能就唔係以前嗰啲純度假咧，以一個長住同埋退休養老為主嘅。同埋咧，佢呢度咧，因為嗰個居住嘅人數咧會比較多，即係入住率比較高，同埋都係長期喺度住嘅，係啦。所以咧，我哋環宇筍盤其實咧仲有神秘大禮啦，都會送俾大家啦。咁有你買樓，我哋送車啦，係咪啊？都係了解翻呢邊嘅業主嘅需求。我哋係覺得係送車係完全比較符合啲，符合啲地啲嚇，係啦係啦。咁啊，聽講下不如啊，我就睇期數啦，咁就睇咗嗱，以前早期嗰陣時，一二三期咧都係挨住個海，哦，一三期就挨住海啦，二期又冇海啦，四期亦都可以叫入咗嚟啦。咁我諗住，沙灘已經去，即係俾十里銀灘已經係好似賣曬啦，冇沙灘噶啦，已經叫冇海景啦。突然間第五期俾個驚喜我，最個驚喜咧。係呢個沙灘咧，我感覺更加有私人空間嘅沙灘，好似私人沙灘一樣。係啊，私人沙灘一樣，因為早期嗰陣時一期嘅沙灘咧比較旅遊、旅遊性質會比較強啲，係啦係啦。咁但係諗唔到，突然間第五期俾我睇到，最有一個私人沙灘，而且我哋亦都可以喺度嚇。係啊，喺度熬熬下啦，咁同埋亦都真係喺呢邊釣魚咧，亦都係多個空間。因為如果係喺一期嗰邊咧，我就見唔到有啲咁嘅類型嘅感覺啦。咁反而喺五期，反而可以比較揾到價錢方面最緊要可以回到十年前啊嘛。主要頭先 Michael 總結咗一個啦，好精勁啊，或者即係產品啊升級咗啦，環境成個咗，配套齊全咗啦，但係價錢回到青春時，即係當年你冇買到啊，而家買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iming 嚟㗎，而且咧，仲要係喺五期啊，我哋同我阿莊都最愛嘅嗰一個超大陽台，係一期係揾唔到嘅，反而係冇咁嘅產品。係啊，所以其實而家咧可以攞到最靚嘅價錢，即係攞真係青春時嘅價錢買到一個成熟穩重嘅。
成品啊！好多人咧話咧，觀眾話我 Nelson 咧拍片嗰時成日搖嚟搖去，我今日係迫於無奈，唔係因為真係好大，仲要搖Nelson， 我已經盡量控制住唔搖，但係真係冇辦法，浪太大，係啊！我 Nelson、Michael、阿莊、阿 Ken。我哋環宇水滿新 F4 咧，約定你今個星期嘅下晝四點鐘玩呢個咧，就係最靚嘅海，睇最靚嘅夕陽。大灣區咁大，唔知點揀咁多樓盤，花多眼亂，自住投資邊度好啲？有咩陷阱？有咩中伏位？想知多啲，試多啲，可以隨時上我哋公司，揾我哋最專業嘅團隊傾下噶。我哋喺港九新界、深圳同江門都有分店，可以話總有一間喺坐近。仲有記得關注我哋環宇選盤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、Facebook 啦、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眾號。咁我哋最新嘅市場消息啦、熱賣嘅選盤啦，或者啲折扣優惠咧，就第一時間通知到你啦。仲有千祈唔好錯過我哋環宇選盤全港首創嘅360全景上帝之眼，投資前睇真啲，勝算自然高一啲。我哋 GC Global 環宇選盤承諾全程港人服務，一條龍跟進到收樓。總之選擇GC，包你啱key。